天哪，这姑娘买的什么东西啊？净是些没用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不是，老黄。哎，你快过来！你看他快递拆开来，净是些没用的东西。是什么用呢？你看，我看不懂。这么多，我这味儿，干啥呢？玩呢。解压的，他是不是擦一些很难擦的角落了？丢上去把灰粘下来。难怪这么多快递。这都啥呀？这是不知道。他自己要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菜吗？这锅是给猫做的吧？这还是纯是玩的？哎，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折叠水桶？他洗车啊？那啥？折叠水桶，可能以为可以泡澡吧。泡脚桶、颈椎贴、艾草足贴，完美。放在哪里？晚上给他们吧。没想到你用，你的用心良苦。